今儿呢，是我公公这边的大帮亲戚啊，然后来我姑姑家的老宅来玩。那这个老宅啊很大，特别是说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改修之后，我们都要来看一下。我先带大家参观一下啊，大屋子很快就来了。看，这个是最古老的门槛，那他们给它保留下来了。这个是真的。它的多少年的这种木的要跨过去，还有这个石头，这都是把它保留下来的。你看这些也都是以前的老石墩了，是吧？好想上去看看去。这间房里面好像在做装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样看起来很小啊，其实它是，你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院子，看，哦，这边还有，这真的是啊，以前的老房子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几个兄弟嘛，然后你一边我一边东建西建，然后建的就很大很大很大。哦，你看，哦，不错吧？这个又是另外一方天地了，啊，这个我喜欢的，小小的院子。大家知道这个墙上面破了什么吗？来看一下，这是草，尽量的维持这个最古老的一些工艺，然后把它做成现代化。看，这一窗户就能感觉到这个现代化了。好了，要把这是我姑的一个哥哥，然后他来这样创意的。啊，还有这个木门也保留下来了，咯叽咯叽的木门。嗯，啊，这个窗也很好吧？哦，看，它所有的墙都是用什么？用一种什么材质和上这种？你看这边有个楼梯可以上去。这边也是有一个实木的楼梯，然后上去。这里会是一个房间，哎，这是做成一个房间。那么上面就是一个小阁楼了。哦，老公，这有点像我们深圳当年我们两个出租房的那个小阁楼，看一下。是一个小阁楼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木头，这样就很有特色，都能闻到木头的香味。这里是什么？我上来干了。这么一大间，我刚开始以为是茶室，后来注意看了一下，这个不是茶台，这个是厨房的那个岛台，正代岛台。他问题是用实木做的，用说实木做的岛台吗？但是确实是厨房了。
我看中了，对，我看中了这一套小房子，就上下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不错。这是一个后门，下面可以停车的，将来。我他们买的青石板，看一下。青石板吗？你等一班，你老。这是后门。这些青砖都是以前的老青砖，特别特别的厚实，比现在的砖要厚一半。我都想整一整啊。三楼顶盖这种。我们家三楼也得打算这样弄。可以不？对，就这样弄。对，就是这样弄。这个臭家伙，臭姑姑，让他不要做的，还是做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很方便的。不，我看到的是，我看到的是那个红酒。姑娘请我喝这个很好的红酒，喝点吗？你不能喝，我能喝。哎，姑丈，以后这个就是厅吗？餐厅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好哎，这个厅够大的。这个凳子好看，欢迎他非常非常坐，刚打包一个回去，这个好东西。看我姑子弄得多方正呢，哇，哪里吃得完哦？就是让你别做，还是做，不叫你吃完。看我姑丈 ，Oh no， 是吧？我跟我一群倒着这个很好的红酒。请笑哟，感谢。好棒。在这个乡下啊，然后端着一杯红酒，优雅顶，是不是别人的可以这样的味道？行不行？这样的，来，
不是，其实是太多了，应该就是要像咱那个一点点才能摇得动。来，妹，你再摇一下，摇下来，然后优雅的喝下去。嗯。工作啊，天哪！今年表妹，今年年底你一定要脱单。好，尽力。干了。干了。哇，妹真的干了。那你拿来吧。我说还有一点点，大家听到了没有？他要脱单。